之前买东西送了一个小巧瓶，芝麻糊超爱，休息在上面，睡觉在上面，洗澡在上面，巧瓶在哪它就在哪，那就像是它的小岛屿，它的家。但是它爱它家，它克它家，它爱它家，它克它家，它爱它家，它又克它家。就这样，他把他家克到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最后终于把自己的家给克没了。有没有这么生气？有没有这么不开心？你跟大家讲一下你在生什么气？这么气哦？你猜他其实已经吃过了。那你们大家猜看他到底现在是在生什么气？就是呢，我刚回到家嘛，我没有吃什么东西，然后呢，我就拿了一罐的花生牛奶起来。这个罐头一打开呢，他就在该，只要是罐罐都是我的。都是我的，不管这个是不是我能吃，这全部都是我的。一打开来，它就在这边瞄，它瞄一瞄，瞄瞄，我把它赶走，赶到这个地方，哼，马上就超生气。这是你的吗？所有的罐头都是你的吗？那个你能吃吗？我吃过了，我就吃一个罐头不行是不是？这么气哦？好啦，没有啊，那我吃的啦。分不清楚，你吃那个会死掉，好吧？都不管，罐头都是你的，臭生气，回答。那个外送是不能带小猫咪去的，因为会有食安问题。啊嗯、小猫咪可以去睡别的地方吗？这边转角出去有乌波伊的箱子，那个比较好躺，去躺。啊